现在其实，在很多朋友里面已经是哥哥了，我不太容易跟别人吵得起来。人一定要有自我认知，我觉得我内心还挺强大的。我不太喜欢被定义，就脑子里好多事想，我从小到大就想干好多事情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挺享受做自己的。碰到一些比如什么好吃的呀，然后或者好逛的，我就特别开心。收获到了很多世界的善意。好，有什么想对5年后的自己说的话吗？